接待中心挤满看房民众，都是冲着南坎西有水岸宅而来。宜城一集短短半年热销75%，背后主因曝光。南坎呢，分为上下南坎，以中正路为界。那我们这里是这个下南坎，那只有一条路可以贯穿上下南坎，也就是忠孝东西路。那我们位在忠孝西路上，是属于南坎的黄金十字轴心。人家说上南坎观山景，下南坎观水岸，其中这个水岸就是指南坎西的景观。从宜城一级走出来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到自行车步道。河滨公园、宠物公园就在家旁边，五分钟到达南坎交流道，连接机场、双北市区。近年来，区内市中心可见之地趋于饱和，水岸周围土地更是少之又少。唯有宜城一级，基地广达2124坪，同时兼顾机能景观。两根柱体的中间以及上下层的这个梁中间呢，所自然产生的一个深凹窗的设计呢。那我们有三大好处，第一个呢，它可以天然的雨遮；第二个呢，外观更为凹凸有致，不会像一般的建筑物这么平平无奇；那第三个呢，室内的格局都方正，不会有突然一个突出物，我们家具都比较好摆放。户户边间三面采光，格局方正不压迫，主卧更少不了女人梦想的更衣间，游泳池、健身房、KTV 等是豪宅公社基本配备。难得的是备有行政套房，亲戚好友住哪都帮您准备好了。买房不止看外观条件，能否住得安稳，建材才是重点。一般的建商呢，只有这个钢筋混凝土灌在柱体里面，没有中间的这根钢柱，我们又增加了中间的这个钢构的部分，所以叫万形双柱，两根柱子的意思。宜城建设在地经营30年，坚持盖好的房子，买屋三大元素，价格、建筑、区位一次到位。